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会讲泥泞建造第四课，那你们请大家翻开泥泞建造第四课，在泥泞建造第四课里面呢，我们主要的一个题目呢就叫做追求永恒。那么我们刚之前呢，在总共的那12课里面的结构里面说过，这个追求永恒呢是信徒的一个根基，是他的灵命的一个根基。那么为什么会说这个追求永恒呢是一个根基呢？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如果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永恒，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一无所有。一个人如果在他的生命中没有永恒的话，这个人呢是什么都没有，因为他就算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再多东西，他总有一天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所以他所拥有的都要离开他，那么他就是一无所有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讲你如何我们来追求永恒。那么我们所有的生命如果是建立在永恒的价值上的时候，那么你在这个根基上建立起来，你每一砖每一瓦都能够存留得住。但是如果你在一个沙土，一个短暂的根基上来建造起你的房子的话，那么只要海难冲来了，只要有灾难临到了，只要有风吹一下，这个呢房子就倒塌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根基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永恒的最重要的是根基在哪里？神说他的话语呢就是永恒的根基，他的话语呢是我们永恒的生命的根基。当我们建立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呢，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呢就能够了得以坚固，就能够得到永恒。那么我们来看呢，这个第一个的图片，你看这个第一个图片呢，这个有一个标啊，有一个箭标。那么这个箭标呢，最主要的就是对着那个红色的中心点。所以呢，我们都知道，一个人或射箭啊，或射枪，那么在他射箭或射枪的那一个刹那，他所有的集中力都会集中在那一个点上，然后呢，他往那个点抛过去的时候呢，他才能够呢尽可能的接近那个中心的红点。如果一个人在他的人生当中，他的目标和他的集中点不是在中心的那个点，而是在旁边的一个圈，那么他射过去怎么射都不可能挨近那个红色的点了。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目标，我们需要有一个追求，并且我们要锁定我们人生的目标，这个永恒的目标，我们才能够有很好的追求，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一个接近最靠近那个目标的那个分数。那么我们今天来讲永恒的话，我们分几个方面来讲。第一个是现在的永恒，在约翰福音里面呢，在约翰一书第5章12节里面跟我们讲，他说，我们呢，神赐给我们永恒永生呢，这个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，人有了神的儿子的生命，就有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也就神给你一个永恒的生命在你里面，这一个呢是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已经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在你里面了，而这一个永恒的生命呢，就好像呢，神给你一个非常贵重的宝石啊，赐给了你。那么呢，神要你花你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的时间来雕刻这个宝石。你如何去雕刻它？你如何让它成为你想要它成为的形状？那么就看你在它身上花多大的功夫。那最后呢，有一天，你到神那里去见神面的时候，你要把你里面那个永恒的生命拿出来给神看。神，我这个永恒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得到了多少的培养，得到多少的成长，神会照着你这个生命呢来奖赏你，神会照着你这个生命呢来审判你。这个是你里面有那个永恒的生命，而这个永恒的生命在你见神的刹那间就定格了。现在你这个永恒生命是可以成长的。你会慢慢成长，你的生命会一天一天的成长。但你越跟随神的时候，越圣洁的时候，越注重属灵的东西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会开始成长。那么你的生命开始成长的时候呢，你这个人呢，就会整个的发生改变。那么你整个发生改变了，到什么时候你会停止了？到你见神面的刹那间，你的生命就是定格了。什么样的生命就是什么样的生命。如果你是婴孩的生命，
定格的就是婴孩的生命了，你是很世俗的生命，定格的就是很世俗的生命，很污秽的生命定格了就是很污秽的生命，圣洁的生命定格了就是圣洁的生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要知道，现在你有一个永恒在你的心里面，你要好好的去培养它，你要好好的让它在你里面成长。那么第二个呢，这个现在的这个永恒呢，是从神生的。圣经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呢，接待耶稣基督的话，我们就会呢，从神生啊。那么这等人呢，就是我，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，我是从神生的。如果你呢，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有一个全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从神生的。什么叫从神生的？我们知道，猫啊生出来的孩子的就是猫了。狗生出来的孩子就是狗了，人生出来的孩子就是人了，什么样的妈妈能够生出什么样的 baby 来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当圣经里面说到我们里面那个灵啊是从神生的时候呢，意思很清楚，就是你里面那个永恒的生命有着神一切的美德和丰盛，神的一切的圣洁、智慧、公义、美德、怜悯、慈爱、善良都有形有体的住在你里面了，都已经在你里面了。而你说啊，我怎么好像没感觉到啊，我怎么觉得没有有很大的明显。其实呢，我们可以拿婴孩做一个比方，当一个 baby 婴孩生下来的时候呢，你可能刚刚生下，你可能看不出他有什么性情了。你看他的脸也没有哪一点，像很像爸爸妈妈，或者哪一点很像妈妈，可能有一丁点儿像，但不多。但是呢，随着这个孩子慢慢的长大了，一岁的时候、两岁的时候、五岁的时候、十岁的时候，哎，你发现哇，你越来越多看到他很多地方跟你有点像了。他的脸越来越像爸爸妈妈的脸，或是越来越像妈妈的脸了。他的性格脾气好像越来越暴躁了，很像你。他的性格脾气好像很温柔，很像你。所以你就看到他越来越长大的时候，他整个里面那个性情啊，他就越来越明显了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刚刚信神的时候，神重生了我们。那这个重生呢，不是一个完全的，长大成熟的婴孩，长大成熟的人，这个重生是一个婴孩。而这个婴孩呢是要长大的，这个婴孩刚开始可能还看不出神在他身上神的很多的形象或荣耀，但是随着这个婴孩渐渐的长大的时候，别人就能够看到，哇，这个婴孩他的生命呢是跟神来的生命是有关系的，这个就叫做从神生的。他越来越长大，他信主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四年之后，他的整个的生命越来越像神了，他的整个生活越来越改变了，这个就是神的那个基因啊，或者像我们说的，我们人的基因呢，在孩子身上，神的那一个性情和神的那个生命，神那个生命的信息在你里面来改变你。那么，这就是彼得后书里面所说的，一章第三节，在细这边，神的神人呢，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，基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。第一个是。必须首先你要认识主，相信主，然后神才会将这个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。所以呢，当我们信神的时候呢，圣经跟我们讲很清楚，神已经将一切，不是一点点，是一切关乎生命和情感的事。就像一个婴孩刚刚降生的时候，他在他的基因里面，在他的身体里面已经包含了一切他的身体的机能，以及包含了他的一切他能够让他生存下去的那个条件，这里面呢也包含了一切他父母所给他的他的性格啊，以及他父母所给他的那个体能啊，或者一些什么一些遗传下来的东西，这个是一切。所以神的神人呢，神是用他的神圣的能力的来重生了我们，让我们拥有这一切。所以第一个是现在，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有一个现在的永恒，就是你里面那个生命的永恒，神的生命的永恒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你信耶稣了之后呢，我们基督徒呢有一个将来的永恒，这个将来的永恒跟现在的永恒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将来永恒呢，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42节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死人复活也死
是这样子，他锁住的是朽坏的，我们现在的身体是朽坏的，讲到现在身体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讲到将来那个灵的属灵的身体，那么，锁住的是羞辱的，我们这个身体的本来是羞辱的，那复活的是荣耀的，讲到我们将来荣耀，锁住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，锁住的是血气的，复活是灵性的身体的，所以你看到。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和现在这个状态了，跟将来的神要赐给我们那个身体和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现在的你随着你自己的年龄的增长啊，你会慢慢慢慢的衰老了，你会慢慢慢慢的皮肤上起皱纹了，而这个是你身体的特征了。但是我们将来那个身体的，神要赐给你一个永恒的身体。这个永恒的身体不会衰老，不会衰残，就像我们刚才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说的，那么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发光像太阳，在马太福音13:43里面说了，那时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在但以理书，圣经旧约但以理书里面跟我们讲，义人呢在神的国里面呢要发光，像天上的星一样。那么你就会很奇怪了，你说到底是发光像太阳呢，还是发光像星星呢？如果按照古代的人的眼光来看的话，这个星星跟太阳的这个相比较真的是太远了。星星的光啊，那个是火柴一样的光芒，这个一丁点的光芒像萤火虫一样。但是呢，太阳那个光啊，那个是100瓦1000瓦的灯的光啊。那个光跟星星光怎么能比？为什么圣经里面一会儿说到义人要像星星的光，一会儿说到义人要像太阳光？那现在我们知道，其实呢，星星跟太阳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恒星嘛。在神的眼中看来，那个光都是一样的，星星的光跟太阳的光，甚至有些星星的光比太阳的光还要亮。因为呢，星星只不过是因为星星离我们太遥远，所以圣经里面跟我们说，我们将来呢，我们去见神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要发生改变。我们要像太阳一样的发光。然后第三个呢，我们要像耶稣基督。这里面说到约翰一书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现。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主如果显现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也就是主耶稣如果显现的话，我们会像耶稣。我们的身体会像耶稣，我们的身体像耶稣了，这里面讲到了，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。因为耶稣的身体呢，我们不说我们将来见到耶稣有多荣耀，我们单说现在，圣经里面有关于记载的一丁点的一些些关于耶稣的荣耀。打个比方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耶稣他可以不受空间的限制，当门徒把门关上，耶稣还能够穿过这个墙来到门徒面前啊，所以门徒那时候吓了一跳，耶稣怎么进来了？因为他是个灵体啊，所以他能够不受这个物质界的控制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，你看到约翰了，就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约翰，他跟随耶稣是跟了很久了啊，他在跟随耶稣之前呢也认识耶稣了，但是呢。当耶稣在启示录里面，就是那个复活的荣耀的主啊，在启示录里面向约翰显现的时候，你知道约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扑在地上，好像死了的一样。为什么他有这个反应呢？因为耶稣那个属灵的身体太荣耀了，太伟大了，伟大到一个地步了，人的肉体以及人的肉眼不能够直接看他的荣耀，就好像我们的眼睛不能够一直盯着太阳看一样，不然一定会瞎眼的。所以当约翰一看到耶稣那个复活的那个完全的属天的身体的时候，约翰吓得整个身体趴在地上了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就算是神所造的天使，在启示录里面跟我们说，神的天使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，地都会因为天使的荣耀而发光。地本来是不会发光的，但是当这个荣耀的天使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，地会因着他的荣耀发光。天使的荣耀跟耶稣的荣耀，那是根本比不上耶稣的荣耀的。但是有一天圣经跟我们说，我们要像耶稣的荣耀。你相信这句话吗？如果你相信的话，为什么你现在仍然活得如此的沮丧和痛苦？
好像你不相信这句话一样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需要相信，我们今天在这个生命中，我们已经有一个永恒的生命，我们这个生命是可以培养的，我们有一个永恒的成长，我们最后能够进到永恒里面去，我们将来在神那边呢，是根据你现在今天的永恒里面那个永恒的生命，神赐给你一个永恒的身体，而这个身体呢，是跟你外面那个永恒的里面那个永恒的生命相对应的。你里面的生命有多丰盛，这个外面永恒的身体就有多丰盛。你里面那个生命有多肤浅，外面的永恒的生命呢，也同样会受到你那个肤浅的生命的影响。外面永恒的身体也同样会受到你这个肤浅的生命的影响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好好的追求圣洁，活在神的恩典中，追求圣经里面所教导所吩咐的，让我们有一天见神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得着那个丰盛的生命。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得着了？最基本的几个点，第一个，你必须要接待。在约翰福音一章第十二节里面说到，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你必须要接待神，你让神住在你里面，你才能够有永恒的生命，因为只有神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，所以你接待神进去了，神就可以给你一个永恒的生命。这是刚刚开始的第一步。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们没有神的生命住在他们里面，所以他们所有的生命是属血气的生命，他们的生命呢是短暂的生命。但是基督徒呢，有一个永恒不会朽坏，是属于天堂的生命。这个生命的起头呢，是神住在你里面。第二个呢，是要悔改归正。神不会住进一个不愿意悔改归正的人的心里面的，因为这个人里面他充满了污秽了。当耶稣要住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他首先做的一件事情是要先洁净你，然后他才进去了。所以当你自己愿意接待耶稣说，神，我打开我的门让你进来，耶稣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他要洁净你，让你的得着洁净了，然后他住进去了。我打个很简单的比方，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，如果呢，你有一套房子，说，哎，某某人啊，我有一套房子，你现在没地方住，那么呢，我这个房子先让你住。如果你的房子非常肮脏的话，那么不难想象，这一个爱干净的人一进到你的房子里面去，第一件做的事情不是躺在床上休息。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，他要去洁净你的房子，他要把你所给他那个房间给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因为他是个爱干净的人，他不可能住在一个很肮脏的地方。就好像呢，羊羔呢不可能住在猪圈里面，因为羊是喜欢干净的啊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这个人呢，把我们的生命给神的时候，我们接待神进到我们里面去的时候，你不再是以前那个你了，你的生命的神会开始改变你，神会开始洁净你，那你的生命呢成为圣洁。而这个洁净就是你悔改归正，你愿意把你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，你愿意让耶稣基督来改变你。所以在圣经里面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当他们问保罗说我们如何才能够得救的时候，保罗就对他们说，单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你信他，信他能够在你里面洁净你，信他能够在你里面工作。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，我们信的是什么？我们信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。我们信耶稣信的是什么？我们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住在我们心中，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这是我们的信仰。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得到改变，这个就是得到了这个永恒的生命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使徒行传里面16章31节啊，这里面跟我们讲，他说单信啊，刚才念错了，刚才是念的应该是使徒行传3章19节，说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那安息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悔改归正，罪得要涂抹。那使徒行传16章31节说了单信主耶稣，这里面这个信不是指的说你信一下好，以后都不用信了。你今天信耶稣，好，你一定得到天堂的门票，以后不管你有没有否认耶稣，不管你做什么恶，你都可以上天堂，不是这样子。这里面的信主耶稣指的是你持续的相信，你一直相信，你不可以说我去年相信耶稣了，我今年呢不信了，我去拜佛了，你还可以上天堂，不可能的事情了。你要在你的人生阶段，你持续的相信，持续的悔改，不断的洁净自己，那么你这个人呢才能够得到将来神的奖赏。
那么第四点呢，我们讲永恒的成长，你已经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了，那么你需要成长。一个婴孩如果他刚刚生下来是婴孩，十年之后还是刚刚生下那个样子的话，那就是不正常的啊，非常不正常的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人，如果你刚刚信耶稣是个 baby 婴孩，十年之后信了十年了，你的祷告跟十年前的祷告还是一模一样，你对神认识跟十年以前还是一模一样，你的人生观价值观跟十年以前还是一模一样，那么你真的是一个 baby， 真的是你的生命出现了问题了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追求要追求永恒，我们需要永恒的成长。那么永恒的成长呢，分为几个阶段。第一个呢，当我们刚刚降生的时候了，叫做新生命了。彼得前书一章第23节了，里面说了，我们本来重生，不是由人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那么第一个阶段呢，我们可以比喻啊。彼得把这个阶段比作种子，种子就是你还没有长出那个芽，长出那个叶子呢。种子是有里面有生命，但是你还没有出现那个生命的形体。那么这个就好像母亲怀胎一样，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，他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，就好像一个种子，他在妈妈肚子里面，他还没有完全的成型，但是他已经是一个生命了，在妈妈的肚子里面，所以这个叫做新生命。这是第一个阶段，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新生命。那第二个阶段是婴孩，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里面跟我们说，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产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第一个的种子的这一个阶段呢，是指的你在摸索，你在探索，你在寻找神的一个过程。那么婴孩的阶段就是你已经完全接受耶稣基督了，你受洗了，你已经决志要跟随耶稣基督了，这个是婴孩阶段啊，你已经有一个心智了啊。这个种子的阶段，你还是可能摇来摇去啊，现在有没有神啊，你在寻找这个过程啊。那么当你到了婴孩阶段的时候，你有一个状态，就是你能够爱慕灵奶。每一个婴孩他都一定会渴慕奶，这是最基本的最正常的啊，你一定会渴慕奶。你什么是灵奶？就是圣经的话语，你一定会想喝了。所以我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了，哇，你不给他奶喝，不给他喝奶，他在那边哭，为什么啊？他并没有很多的知识，但是他就有一个本能，他就想要喝奶。所以同样的道理，当我们真正相信的时候，我们成为婴孩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个本能，我们要追求神，我们有一个本能，我们要更多认识神。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他痛苦的时候呢，他哭的时候，放在他妈妈身边，他就很安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闻到妈妈的气味，他就很平安。那么同样道理，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好像神没有对我们说什么话，但是只要我们在神旁边，只要神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就能够感受到那个平安。而这个就是婴孩了，婴孩了需要的东西不是很多，给他适当的温度，给他奶喝，给他适当的照顾，他就能够成长了。他喝奶就是很简单，每天都喝奶，一直喝奶喝奶就喝了就成长了。所以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生命的成长呢，其实是很简单的，但是需要你持续不断的去做了。就是你每一天要读神的话语，你每一天要去做神的话语，你每一天要去吸收神的话语，那么你就能够慢慢成长了。那么婴孩呢，成长到一个阶段了，在希伯来书第15章24节里面跟我们讲，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啊，本该做师傅啊。这里面讲到一种人，信了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主了，跟刚刚信主的时候的那个状态还是一模一样。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你们这么殷勤的学生，本来你们应该是师傅了，但是谁知还有人将神圣给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成了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。你知道婴孩不能够一直吃奶的，因为这个奶了并如果他长大，渐渐长大之后，这个奶呢并不能够完全供应他的身体的一切的需要，所以呢他需要呢有更多的各个方面的营养呢来供应他的。而这一个呢学习的功夫呢，就是我们读圣经，我们读属灵书籍，我们读很多的东西，让我们的生命，并且我们在生活中去经历神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成长起来。
那能够吃干粮呢，就代表说你这个人呢，你不是只能读一些很容易明白的圣经的话语，一些你感兴趣的圣经话语。这个能够吃干粮指的是你开始能够读一些圣经里面比较深的知识，圣经里面比较深奥的道理，圣经里面呢比较难以明白的知识，你开始。不仅能读了，你开始能够去做，能够去理解了，所以你能够长大成人。然后这里面说到，他说“吃奶的不熟练人意”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洗练的通达，就能够分辨好歹了。他对圣经上的话语非常的了解，他对圣经的话语的意思非常的了解的非常的到位，所以他整个人呢就能够分辨好歹。这个是叫长大的人。长大的人呢之后呢，圣经里面还跟我们说。长大什么叫长大成熟的人啊？在以弗所书里面说了，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飘动，飘来飘去，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长大的人有几个特征，就是长大的人他不再是小孩子了。小孩子的状态就是自私，小孩子的状态就是目光短浅，小孩子状态是对事物的是一知半解。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很可能都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对神有一点认识，但是我们认识不深；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生、周围的世界有一点认识，但是我们认识不深。我们需要长大成人，圣经里面说，长到一个地步，像耶稣基督那样的身量。那么，长大成人有另外一个特征呢，就是我们不会中了人的诡计。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，我们就不会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啊！人跟你说啊，追求世界吧，哎呀，追求世界好啊！如果你不是一个长大成人，你就去追求世界了啊！人跟你说，哎呀，做这件事情呢，没关系的，别人都那样做。如果你不是一个长大成人，你就不会分辨好歹，你也去做了。那别人跟你说，哎呀，耶稣来了，是个女的，女基督啊。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到，闪电怎样从东方闪到西边，那么人子降临要这样子，那么东方闪电，他们就是这样说了，那你就相信他了，被各种各样的异端啊，被这个各种各样欺骗人的法术啊，被他牵来牵去，一会儿跟随这个，一会儿跟随那个，你就慢慢的你就迷失自我，这就是一个婴孩的状态了，婴孩的状态呢是很不稳定的，今天呢，如果一个人是婴孩的状态，在教会里面，他看到教会弟兄姐妹都很爱主，那么他可能就会很爱主了。但是呢，如果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放逐的话，他也会被这些东西给引诱去了，他也开始会放逐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他心智不坚定，他容易的被很多的东西影响，摇来摇去。但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人，不管别人状态是什么样子的，不管别人的生命是什么样子，不管教会的环境是什么，他都能够存活下去。因为呢，他是一个成年人，他不仅能够存活下来，他还能够影响别人，让别人受他的影响。你看到主耶稣基督，他的生命是不被别人的影响，但是去影响别人的生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成熟的生命，他的生命是成熟的，所以他能够影响别人，但却不被别人的罪恶、不被别人的肮脏、不被别人的软弱所影响。你看看，在耶稣生活的环境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生长在拿撒勒。拿撒勒那个地方呢，有一句话说了，拿撒勒里面还能够出什么好的东西吗？意思说，拿撒勒里面的人啊，一无是处，很差劲的。但是耶稣能够生活在拿撒勒，并且他的性情、他的整个的生命不被影响，这就非常提醒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呢，我们不应该受到。那些软弱的人的影响，那些犯罪人的影响，我们的生命呢，应该是影响这些软弱的人，应该是影响这些犯罪的人，让他们软弱的能够刚强，让犯罪的能够不再犯罪。这样的一个生命叫做刚强的生命，叫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生命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只有长大成人，你才能够做得到。你如果你不长大成人，你还是个婴孩阶段，你。还需要别人打点电话说，来聚会吧，你说今天很累啊，不去了那别人说好吧，那明天下次再打电话来聚会吧，今天要去有活动又不去了。你看到一个婴孩是需要别人常常去照顾他的你一会儿这个软弱，一会儿那个软弱，一会儿不去聚会，动不动就不去聚会，动不动就批评弟兄姐妹们
啊，动不动就在那边啊发怨言，这是一个婴孩的状态。但是成年呢，你去照顾别人，你去打电话给别人，你去关心别人啊，你去教导别人，你有话语可以供应给别人，这个是成年人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基督徒呢，我们要成长到成熟的阶段。那么呢，下面呢接下来呢讲到反角色，我们如何能够成熟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如何能够成熟呢？圣经里面跟我们讲，在以赛亚书里面，以赛亚书第28:16，这里面说到，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了我在西安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、宝贵的房角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那么在这里面说到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房角石。如果你们有读以色列的一些历史背景的话，你们知道这个房角石是整个建筑物里面最重要的一块石头。以色列人要盖房子的时候，他们呢首先要安放的一块石头就是房角石。他们会选一个质量非常好的、非常整齐的、规整的石头的安放在那个房的那一个角，那么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，那么就开始建造房子了。所有的石头都是根据这个房角石来建造的，不能够跟房角石有偏出的地方，也不能够跟房角石有凸进去的地方，一定要根据这个房角石来建造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结构才能够好。那么这个房角石呢，就像我们的中国说的那个水平线，你建房子的时候，你掉一块石头啊，你石头有一个拿一根线连着这个石头往下掉，然后根据这个线呢，你来建造这个房子，因为只有这样子，这个房子才能够稳固。所以呢，生命的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，基督徒是我们的房角石，我们是连着基督被建造起来。那么我们的有一个模型就是基督，我们是照着基督的旨意以及基督的道来被建造。所以当我们有稍微有突出的地方，我们需要被修理掉，我们需要有凹进去的地方，我们需要被补上。我们不够圣洁的，我们要追求主那样的圣洁，不够有爱的，我们要追求主那爱。如果我们有太多，我们有罪恶，我们要被除掉，如果我们有污秽，我们要被除掉。所以这就是呢，圣经里面所说的房角石，我们需要被修理，我们才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，我们才能够长大成人，我们才能够成熟啊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保罗告诉我们讲，我们要成长了，我们要不断的追求。一个是我们要成长，我们是有一个目标，我们是要向耶稣来的成长，因为耶稣是最完美的人，也是最完美的神，所以呢，它是我们永恒的目标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我们要成长呢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心智，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追求。所以在腓立比书第3:12，保罗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保罗是年纪很老的时候，如此老的保罗，他还会在说，我是在竭力追求。保罗追求了几十年呢，保罗说我还没有追求够，我还没有完全。那么更何况我们这群人，我们这群人追求几年，我们还没，甚至因为没什么东西可追求了啊，信主还不是都是这些东西啊，信望爱呀啊，或别的什么东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如果觉得在我们的生命中已经没有东西可追求了，你就处于一个很危险的状态。一个是很有可能你太自大、自傲、自满了，以致你觉得说，哎，没有什么东西可追求，我都知道了。另外一个呢，第二种原因可能就是你自己本身啊太肤浅了，你说认识的神太少了，所以你就没有东西，你就基督教太少了东西了，你就没有东西可追求了。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，一个圆圈啊，这个圆圈如果只是这么小的话呢？他如果一个人他只是这么小的范围，他所接触的外面的世界呢就是很小的，因为这圆圈的周围就这么小嘛。虽然他觉得这个世界是很小，但是如果一个这么大的圆圈呢，那么他所接触的外面的未知的世界就会越来越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圆圈呢它越来越大，所以如果这么大的圆圈呢，他所接触的那个外面的世界、未知的世界就会更大。所以同样的道理，当我们基督徒呢，
如果我们只是这么小的一个圆圈，我们接触圣经很小，我们就觉得哎，这个圣经不过是这些东西。但是如果你生命越来越成长的时候了，你就会发现了圣经的那个知识啊，我们对神的生命的追求啊，那是永无止境的追求啊。那个追求是值得你花上一辈子的时间你都追求不完的追求。就像保罗说的，我是竭力追求，到年老的时候他还在竭力追求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到神无限的丰盛。如果一个人没有看到神的丰盛，他不会追求，他不会有无限的竭力的追求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做的。我们一方面以神为我们的模型，看到神的荣耀，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心态竭力的去追求，那么我们才能够从一个种子开始到婴孩，从一个婴孩到少年，从一个少年到成年，我们的生命是成长的阶段，而不是停留的阶段。那么接下来第四个呢，叫做永恒的丰盛。我们成长呢不是没有目的的，一个农夫撒种是为了丰收，照样呢一个基督徒追求生命的成长呢是为了将来的永恒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。如果一个农夫他撒种不是为了丰收，那么这个农夫就没有动力去撒种。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看到将来永恒的荣耀，这个基督徒就没有动力去追求永恒。所以圣经不仅要我们去追求永恒，而且圣经跟我们说这个永恒有什么好处，追求这个永恒有什么益处，追求这个永恒能够给你带来什么。那么第一个呢，永恒的丰盛里面的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啊，神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尽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第一个的永恒呢，是当你越追求的时候，你会越来越多的神的性情。那第二个呢，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呢，11-11节。这里面说到，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进那我们主救主基督永远的国。那么这个丰丰富富的指的是我们从神那里得来的奖赏，也包括我们从神那里继承而来的丰盛的生命。所以永恒呢是有两个方面的，永恒呢一个是你里面的生命的性情的永恒，永恒的另外一个方面是神所赐给你那个基业和外面的身体的永恒，这个是两个方面。我们必须要有这两个方面的永恒，我们才能够是一个完美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你只是得到这个里面那个性情的那个永恒，你外面生活在一个非常贫穷啊，非常肮脏啊，非常污秽的地方，那也不完美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呢，你只有外面的生活在神荣耀的天堂，非常完美的地方，那如果你里面充满了污秽，那天堂也不是天堂了，那也不完美。所以呢，真正的完美是里面的完美加上外面的完美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完美。那么神呢，给我们性情方面的完美，就是你基督徒你到天堂去的时候呢，神会成全我们，神会把你的生命中的罪性给拿走啊，把你生命中的有喜欢犯罪的欲望给拿走。你现在我们生命里面还有罪性呢，因为你不完全，但是有一天呢，神要将你生命中的那个罪性给拿走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神呢要呢帮助你改变外面的环境，让你的整个的生命呢活在一个丰盛的环境里面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天堂里面，这是第二个。所以这个永恒呢，就是圣经里面所应许的，说到我们呢，启示录里面说的有一个新天新地的，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这就是外面的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彼得后书第一章5-7节的，这因为这个缘故，你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加上德行，德行加上知识，知识加上节制，节制加上忍耐，忍耐加上前进，这些东西讲的是你里面那个丰盛的生命的那个永恒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追求，我们有两个东西，那么我们的追求的是这样子的方向，是这样的一个大方向，我们要
知道这个世界的是你一个，只不过是你寄居的短暂的地方。神在这个世界上，神给你活30年，给另外一个人活10年，给另外一个人活50年时间，给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时间。神要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赚多少钱，神要我们用他所给我们的有限的光阴来追求无限的生命的成长，以及追求神无限的应许的丰盛的应许。那么最后呢？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后书里面说到，我们会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，也有一种人呢，他是平平全全的进入到主的国里面去了。而这一群人呢，就是不追求永恒，不追求金钱的生活的基督徒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追求永恒呢，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事情。这个永恒这件事情，比你的生意更加的重要，比你的爱好更加的重要，比你平常的看电影、看电视剧更加的重要，比你吃饭吃一顿美好的餐更加重要。这个永恒呢，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接下来有四个问题：一个是什么是永恒的生命？第二个是你有永生吗？第三个是你觉得你的生命成长到何种阶段？第四个是在你所拥有的一切中，有什么是有永恒的价值的？你们见面的时候呢，可以互相探讨一下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到这里结束。那我们做一个祷告，然后我们就结束。就我们感谢你，就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有学习你的话语，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的永恒。主，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